真够用，真够用。今仔日看到遮侪有环保菩萨啦，大家人真用心。刚刚咱听一位老菩萨呢，伊就讲啊，伊讲哦，我身躯有重担，我但是呢，我病我嘛是共款做啊，啊我吼，那病咧佚佗啊，伊讲哦，我甲病当做伫咧佚佗啊，他都在你有听清楚无？吼啊，病病啊做啊，病啊佚佗咧啊。 这是很哲学啦吼，我头拄仔听着吼，我带一下吼，我从来毋捌听着讲吼病佚佗的吼，那竟然呢，我阁听着一句吼病佚佗的，这实在是吼老人真正是宝啦，还要听因讲吼，环保站上惊的呢，就是碰床，上惊即个碰床。 伊讲哦，油灯歹整理吼，啊，这吼、哦、是，但是堆甲一大堆啦，啊，毋知要安怎吼，吼、哦，一寡环保站叫苦。
那蹲定伊就会当，然后蹲咧涂骹哩。啊，涂骹呢，伊要爱水吼，伊就用迄个碰碰，哦，安尼刺刺咧吼，啊，水就出来啊。真正是吼，规个环保站啦，这拢总是伊个土地伊个范围啊，规间厝吼，这规个拢是。全家拢出来做环保，啊，连恁孙啊、细细汉啊嘛做环保啊，啊，个吼，咱遐个环保站的菩萨吼，哇，真正是，大家人伫遐吼，足快乐的啦。你听伊伫咧讲话嘛，知影讲，甲伊斗阵吼，足快乐的吼，整个环保站呐，会笑吼，伊甲我讲，你看，你看，遮尼水，你看下卖咧。真正水当当啊吼，因为伊到处都很干净。洗得真干净啊，各位菩萨，这真正是大地贵人呐、啊、吼！恁咱生活伫这片土地，土地呢来用咱人类啊五谷杂粮啊，都、就是伫这个土地用咱人类。啊，咱今嘛呢，吼、哦，咱在环保菩萨啦、啊，咱现在就是回馈吼，那、哦。回报大地的恩吼，所以咱要保护大地，咱做环保啊，安尼看看甲照顾吼，这是好舒服，真感动嘛，是真感恩呐、啊。所以大家人发心愿啊，甲这个心愿吼，安尼发出来，所以世度众生。唔只是照顾大地，也疼惜咱的子孙吼，为咱的子孙顾一片大地，嘛为天下人人众生啦，会平安健康，咱做环保吼，这就是菩萨发愿啦。每一个学佛要成佛啦，爱行菩萨道。菩萨道呢，一定要有四弘誓愿，所以第一个愿就是要好好疼惜大地，度苦难的众生，啊，这就是环保菩萨呢，那咱得照顾苦难的众生，万一啦，这个大地呢，那无法度发挥伊的功能啊，咱。都会枵哦，吼，就五谷杂粮啊，都产生不出来。所以呢，咱爱好好用善解吼，咱的心啊，爱好好了解大地呢，和咱的恩惠吼。所以咱要给回报，这嘛是叫做善解啊。那这就是入佛的智慧海，大家人拢有智慧啊。看看那位老婆婆讲话嘛是这么讲，幽默又轻松啊，吼，这种就是有边听，伊嘛是安尼，真贴合吼，真有智慧吼，那这种善解的心，对家己的身体啊看真开啦，那对大地呢，遐尼用心伫咧付出吼，所以。常常都是真知足，所以咱的心甲心呢，会骨较健康。吼，亲像百几岁啊，人伊嘛无感觉，伊百几岁吼，是苦，伊还阁足快乐的，身躯还阁停停停做干呢，真欢喜吼。所以啊，这就是发入心啦，各位菩萨，恁的发拢入心啦，逐工逐工呢，心意。欢喜、快乐、自在，这就是咱的环保菩萨用爱呢来面对呢咱的大地，哈、啊，真侪感恩讲不完呐、啊，吼、哦，那这环保菩萨呢是师父最爱哈、哦，因为呢恁代替师父照顾大地哈、哦，这是师父呢真感恩啊，其实。大地平安，人类都平安啦、啊！真呢，就是疼惜所有大地众生。